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我是徐贵雅。我几个位是个吼，趁你病要你命，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韩国瑜现在的心情呢？吼，韩国瑜在四大公投案国民党惨败的这一个时间点，吼，包括朱立伦啊，包括侯友宜吼，其实今嘛这个尴尬的是深受重伤啊，吼。但是在此时此刻，他却宣布说，哎，我出了一本新书哦，而且呢，我在1月2号我还要办见面会哦，哎，这个时间是这个准啊，吼。那韩国瑜他的能量强不强呢？哦，我们从这个新书一上架就冲到各大通路的前几名，甚至是榜首来看，哦，实在是有影厉害哦。那我们看哈，韩国瑜呢，包括在今天哈，他是接受了王浅秋的专访。那当然呢，大家会好奇说啊，请教一下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好，我们就来看看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哦，有玄机哦。好，因为有一些推论说，和韩国瑜你是不是要选台北市长啊，或者是桃园市长？那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叫做无稽之谈。可是哦，后面又补了一个不同的东西哦，有机会为百姓做事的话是当仁不让啊，所以呢，不是2022是2024吗？还是说不是桃园，不是台北市，是别的县市呢？哦，相较于韩国瑜回来的这个意气风发哈，我们看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现在感觉上呢，这个他的头顶上好像有乌云呐哈。昨天是国民党在公投落败之后第一场的中常会，好，朱立伦在中常会上他表达歉意啊，习惯不喝哈，我资料不搞。然后呢，他又分析说，可是你知道吗？这一次公投哈是蓝绿的基本盘呐哈，只是说我们呢。国民党的得票是低于民进党，要深自检讨。可是呢，对于说国民党的战略错误啦，哈，身边党没来跟呢，哈，谁要来担哈？没有人被就责哦。那国民党想要赶快哦，哈，时间赶快转哈，他们想要赶快。就是跳过这个四大公投的败阵阴霾，要回防到的是中二选区的立委补选。不过我们来看看的是哦，严宽恒或者是严氏家族他们的争议事件啊，又添一笔啊。然后呢，可能哈、哦、又是涉及到跟违建有关，而且呢是有占用国有土地之嫌啊。哈、哦，这个爆料人是谁？是前台中市的新闻局长卓冠廷。好，卓冠廷呢在他的脸书上发文讲到这件事情哈、哦，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严家他们在沙鹿龙井交界处哈、哦、有一个豪宅，好，这是严门面。好，我们进一步就来看到的是它的内容，讲说，哎，严家的这个豪宅呢，哈，他希望说严宽恒要交代清楚，你是不是继公保地的招待所之后，另外一处你又是违建，哈，这是一个违建的部分。另外是讲到说，这个用地居然还占用到保护区的国有土地上面哦，好，那我们看到是严宽恒的对手林静怡就喊话啦，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啊，哈，卢秀燕，那你应该哈，本于你市长的职责啊，你干每当公侯清澈啊，哈，这个相关哈，比方说被点出来这个豪宅是不是合法，你要讲个清楚嘛。那今天严宽恒被问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也意思是公吼啊，那是卓冠廷，你要讲我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不可以不要讲疑似，好，不要讲什么，你就把你的证据摊出来，然后跟我卡背卡清澈，我才来做回应，不要这样子的乌龙爆料，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不过我们看除了卓冠廷很认真去揪心的争议点之外，其实严宽恒一马常常替我们的节目来找题材哦，帮我们找题材哦。严宽恒呢，他是送了一台电动代步车送给谁？送给高雄一位这个白老先生啊，那这位白老先生就是十年前被陈柏惟这个撞伤的人，那两边其实已经和解了。严宽恒在脸书上 po 文昭告天下公哦，几个月前呢，我就送了一台这个代步车到白先生的家门口，可是呢，对方拒绝了。不过我啊，真的是锲而不舍啊，我持续的在拜访哈、哦。这几天说他终于接受了，网友哈、哦、推荐的白先生的感觉是讲强迫中奖了哈、哦。不过我们要进一步看到的是哈、哦，你看严宽恒他说他今天接受记者联访的时候，他意思是说这是匿名送的啦，为善不欲人知啦。啊，你底下脸书讲你个。就是我问你，那为善不欲人知是在倒一条的啦吼。然后呢，这个立刻吼视察猫这个刘宇啊，他在 po 文的时候他就吐槽了吼，啊你不是为善不欲人知吗？你都还 po 文了，你是被笑破人的巴肚。不过最尴尬的是什么呢？吼，他截了一个图，我们看看，这个是白老太太吼，也差不多被砸回啊吼，他说什么？哎、欸，他书面受访的时候，他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受啊，已经拒绝了。宽恒阿公，你要诚实，让乡亲相信你。好，我们看中二选区呢，还有一个部分是两军正在攻防哈，已经攻了好几天了哈。非常重要的这个议题是监票人员的议题，告基尊哈，各部有所警惕嘛。不过严宽恒却说哈。我们比较怕哈，他说他们比较怕被政府动手脚。民陪家伯已经加贺艺术安内贡，台中市的选委会选务单位
做到公正公开有这么困难吗？好，今天我们开团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贵爷好，大家好。好，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台湾基进前立委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哎，那你叫你虚弱，你的气场有点虚哦。好，来，另外我们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贵爷好，大家好。还要欢迎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陈世凯。贵爷好，大家好。以及我们欢迎政治评论李正浩，大家好；还有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靖平，各位大家平安。好，咱来看哈，公投之后，你看国民党那个气场哈，全面的溃散，党内的气氛呐，哈，非常非常的低迷。今嘛，大家都在讲检讨的问题嘛。不过呢，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哈，他这个时间点出场了哈，不只是出新书，而且呢，他还要盛大办一个见面会。好，在见面会之前呢，今天是上广播节目。好，当然这个主持人哈是王浅秋，他以前的这个子弟兵呐。好，特别问一个问题是说，阿里干美参酸2022的台北或者是桃园市长呢？来听听看韩国瑜今天怎么说的。岁末年初，在这里特别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好吗？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久违现身镜头前，虽然跟媒体寒暄，但敏感问题一律不回应。谢谢，谢谢。在公投上谢谢，抱歉。暌违八个月再度公开现身，各界关注韩国瑜动态是否为复出政坛热身，因为他不止公投前拍片，又预告一月新书发表会。22号晚间更宣扬新书冲上排行榜冠军，向支持者致谢，底下不少韩粉留言热切期盼韩国瑜回归，还说就等他的穿云箭。眼看2022选举将近，韩国瑜是否出马再战一回？所以大家在猜啊，你要选台北呀、啊、选桃园呐、啊、都是自己瞎猜，那个都是根本就是随便的无稽之谈呐、啊，他们等于是很多节目做这个是别有居心呐、啊，他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完全是用想象力，我根本从来没有宣布什么。虽然嘴上说没有要选，但韩国瑜特地上前幕僚王浅秋节目，却大谈国家议题，也被解读替未来动向留下伏笔。如果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事情，那当仁不让。没有位置，没有发挥，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思考。一个政治人物，你的内心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己为本。公投后，国民党溃败，士气低迷之际，韩国瑜接连出招，不止出新书办见面会，更公开受访，争辩时事，一句“当仁不让”留下许多想象空间。三立新闻严俊长、陈海中报道。哎，的确哈、哦，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书卖的怎么样哈、哦。来，我们看哈、哦，他的这个见面会呢是在1月2号礼拜天嘛哈、哦。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哈、哦，书已经上架了哈、哦。上架之后哦，我们看哦哦，韩国瑜特别讲说哇，喝消息啦哈哦，我竟然是博客来等各大排行榜，我都是冠军哦哈、哦。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哈、哦。那有一些韩粉在下面的这个相关的留言啊哈、哦，已经顶十本啦、啊、哎，我觉得蛮给力的，他是要分送给亲朋好友当红包。来送是不是？已经顶十本啦！还有人呢，哦，我激动啊！好，这件事情是十万火急啊，所以本珠赶紧嘛，赶紧冲出去哦！哦，原来上架了，赶快冲出去，冲去诚品书局买。好不容易呢，抢到了一本哈、哦，然后他说1月2号哈、哦，高铁北上的票也已经订好了，报告韩总。然后我请教这个郑浩了哈、哦，因为书卖的好是一件事嘛，表示说韩粉的热情是存在的，对不对啊、哦？可是大家好奇的是说，阿伯清搞起来，韩国瑜这个时间出场，他到底想的是什么哈、哦？来，我们看王浅。秋的这个广播节目上面哈，阿姨的门工啊哈啊，是不是复出要参选啊？桃园、台北都可能是选项吗？哈，你讲无稽之谈，讲这个话的人哈，别有居心。可是呢，我依然关心国事，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事，我当仁不让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是我刚刚讲的吗？2022哈不，阿姆哥，2024是他做事的一个本钱，还是怎么样吗？我来完整解析，而且都有所评哦。当然，我跟先讲结论，结论朱立伦被傅昆萁丢包，然后呢，才有所谓的赵少康跟张亚中会被韩粉丢包，这是结论。我一个个讲这本书，哎，我们想去想办法捧场了一本，然后捧场了一本，想看出里面。你意思是你没有很自愿要买就对了，捧场一本。我靠，这个到时候可以骗很多通告，好不好？这个身材工具，身材工具，必要投资，好，资本支出，哈，这有。但这个东西我拿去看看，还真给我看出玄机哦。然后我们带大一点，这后面这个东西。来，我们带大一点。你看，
这个书名是韩先生来敲门，对不对？作者是韩国瑜，这都没有问题。可是他一版一刷的时间是什么？2021年8月就一版一刷哦。怎么现在？请问现在什么时候？现在都12月了。现在12月底了。嗯。为什么一版一刷8月的时候，哎，没有发、啊？到12月压到这个时间。八月要干嘛？选党主席。嗯。那个时候他韩先生来敲门，就是党主席的系列活动。然后最后这本书呢，其实他一版印刷8月就印好，党主席就要用。后来呢，因为，台面上是某种原因，实际上就我了解是地方派系丢包韩国瑜，跟韩国瑜讲说买啦买啦买啦，这次先不要。不要冲动了，不要害我们了。对，我们要正常人，我们要正常人。好、哦，所以说这本书胎死腹中，可是为什么现在又忽然出来了？只有一种可能，地方派系回头又来找韩国瑜了吗？我怎么这样讲呢？很简单，刚其实根本不要看韩国瑜跟王浅秋的访问了，看昨天傅昆萁去正传媒的访问。傅昆萁他一般不搞访问的，他也不搞媒体这套，对不对？他就顾好他一亩三分地。可傅昆萁昨天在正传媒受黄光芹光芹姐访问的时候，他说几件事哦。第一件事，韩国瑜的郑浩，你要切入这个之前哦，因为很重要，我们先来看看 CDC 记者会，回头再请你来进一步分析，我们一起来看。原来这本书是微波词。我们各位媒体朋友好，在网络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那谢谢大家今天好能够参加我们的记者会。那我们今天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好，那此外出席的好有我们马偕儿童医院医务部的主任好邱南昌邱医师，那以及我们指挥中心社区防治组的庄祥副组长，以及医疗应变组的罗金副组长，以及我。那接下来好，我们先请我们指挥官好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疫情以及我们工作的一个状况。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哈。那首先还是跟大家先报告今天的确定病例哈。那没有本土的病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这一入有13例，那8男5女。那从美国进来特别多哈，有10例。那多米尼加1例，俄罗斯1例，立陶宛1例。那入境日期介于12月7日哈到12月22日。那现在我们这些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哈相关的混打。那今天有关于这个基础剂哈打基础剂的一个情况哈，加强救济，我们是不是请邱医师跟我们说明一下？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啊，那今天我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啊，我们在施打疫苗就是希望得到保护力，但是这个保护力呢，在有一些人如果他本身的免疫功能比较差的话，那他这个保护力可能就没办法产生的那么好或者持续的那么久。那这些人呢，特别是在一些本身他的免疫不全，或者是他有其他原因导致免疫低下的话，那这些人就是我们觉得是最危险的一群人。那在疾病管制署以及在专家会议上，大家有讨论到这个，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群人是需要在我们的 COVID-19 疫苗除了基础剂一般的2剂以外，应该要给予所谓的加强剂啊。那是哪一些人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是要先请医生评估。好，我们今天本土的这个案例是家里，不过境外一路是加13。好，回过头来呢，我们要来看哈，刚刚郑浩讲到说你的这个分析里面呢哈，也有一些相关的猫腻，然后你进一步分析到说傅昆萁讲的话很重要，对不对？没有错，刚刚跟大家讲过这本书其实很清楚，我们已经看到明显2021年8月就出来的书，后来因为党主席的胎死腹中，所以这本书原本应该放在仓库里面永不见天日的，可是没想到因为一些转折让这本书啊，哎呀，重新浮现在大家的面前。原因很简单，我目前判断其实当时韩国瑜最一开始寒流起来，其实就是傅昆萁在后面操盘，然后后来呢在做党主席选举的时候，确实哦，地方派系是这样跟韩国瑜讲说，你这次先不要出来，我们要顾全大局，要找一个正常轮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傅昆萁是非常非常挺朱立伦的，可结果呢，我发现傅昆萁拿到了党员证之后，上了同舟之后，就把朱立伦丢下船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件事是我是有凭有据的。因为傅昆萁昨天呢受光芹姐访问的时候，在正传媒特别说几件事。第一件事情，他说韩国瑜的能量还很高，
出来之后呢还有旋风。他怎么不说朱立伦能量还很高啊？他怎么不说赵少康能量还很高？他说韩国瑜能量还很高。他讲朱立伦能量还很高，大家都不会相信、啊。对嘛？这就问题。这时间点谁相信呢、啊？是，所以说你看哦，公投之后，朱立伦被地方派也发现靠朱立伦可能也靠不住，所以发现他们要新的教主，因为再怎么样哦，韩国瑜再怎么样也可以把自己基本盘收拢嘛。可朱立伦最大问题是中间选民既吃不到，基本盘也顾得离离啦啦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他第一个先讲出韩国瑜基本盘很高，第二句他说什么呢？两人讨论过2022年韩国瑜绝对不会出来。哎、表示他跟韩国瑜讲话不是闲话家常，哎、聊什么职涯规划，2022年的状况，2023年状况，2024年状况。那2022年绝对不会出来，2024年怎么说呢？傅昆萁讲哦，韩国瑜啊参加初选的机会不大。啊，更怪了，为什么不是参加大选的机会不大，或参加总统选举的机会不大，怎么参加初选的机会不大？所以换句话说，他在谈什么？韩国瑜如果出来旋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靠征召，或者是说2022年可能党主席改选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可很明显看到是一，傅昆萁开始押宝韩国瑜，他说韩国瑜的能量还很大；二，他帮那些包含桃园的邱医生啊，包含一些人担心韩国瑜会跟他抢位置的人，放一颗定心丸，放心，2022年韩国瑜绝对不会出来。而且韩国瑜今天自己受访的亲口说、嗯，他跟王浅秋访问时，他也说2022年不会出来。三。2024年的话就难说喽，我只能说不会参加初选，他就很对嘛，对吧？他说参加初选机会不大嘛，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是一环一环。不是、啊、要不要参加初选也不是操之在他，可是显然他们很有把握说，我要去刚风我龙卷风了就来了。如果韩国瑜是党主席，就可以设计一道不用参加初选直接提名的机会。所以这是组合，那也要有朱立伦提前下来的。选不好就下台了，搞不好1月9号就。真的吗？搞到1月9号就谈这件事情了，可以赖皮的啦、啊，这一次就是赖皮啦。所以韩粉如果要帮韩国瑜的话，1月9号就让这个国民党败选，对，那韩国瑜就有机会上去。因为真的很赞，朱立伦下台根本来不及选党主席，你1月9号还是同一个人，所以大概一定一起处理。所以说这些事情是包裹来看，就是说我们很确定韩国瑜在做这件事情是有政治目的，因为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选党主席的。可是后来因为党主席结束，党主席没有选成，地方派系没有支持，所以这本书胎死腹中。后来获得地方派系的支持之后，开始这本书又出来了。重点来了，当韩国瑜出来之后，哎，人气还不错。韩国瑜第一句问之后，都在吗？韩先生期待跟大家见面。我跟大家讲，都在，哎，我也在，我们也很期待跟你见面。搞不好呢，签书会啊，我也会去，在大安森林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韩粉不会不见，很多人怀疑韩粉不见哦。韩粉那时候有500多万支持韩国瑜，对不对？现在2020年，现在也不过2021年年底，不会不见，他们除非被外星人抓走，否则不会不见，都在。他们只是不断地去寻找韩国瑜的代替品。所以说张亚中讲一些很像韩国瑜的话，他们去支持张亚中；赵少康讲一些很像韩国瑜的话，他们去支持赵少康。所以呢，正牌的回来的时候，我认为第一件事情，赵少康跟张亚中可能要GG了，因为他们找到新的对象。第二件事情，韩国瑜也担心，如果试水温不够的话，他可能会落差。所以呢，他的排行榜第一名的时候，哎，第二名是谁？第二名是梦洁菲菲写真书。欸、我看到那个封面，我会想买第二名的书、欸。可是我因为工作考量，只要买第一名的书。可是大概是想说，他能够在、好几个、金石堂、博客来，全部甚至某某他卖到缺货、哦，所以说他表示说他确实某种程度是有销售量在的，或是是有韩粉在下面帮他包鬼的嘛、哦，直播拍卖叫包鬼嘛，整个全部拿来包鬼的嘛。所以说其实对韩国人，哎、声望不错。但如果大安森林公园，你看他选也有巧妙，一在台北市，二在台北市最蓝的大安文山区。所以在这边，如果人潮又很旺的话，哇，那韩国瑜气势已成嘛。所以三个人苦嘛，第一个朱立伦真的会被丢包，因为傅昆萁看起来已经眼神飘向韩国瑜，而且跟他谈过直癌。第二个呢，赵少康跟张亚中大概也会被韩粉丢包。那谁会笑呢？我相信民进党现在笑的一定很开心。好、哦，这个民进党我们号称政坛唯一一个人可以吹出两党票的人就是韩国瑜，他出来可以让国民党票变高，也可以让民进党的票变高。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政坛真的我很期待韩先生来敲我的门。好，我要请教静平之前呢，我们先看看哦，因为郑浩刚讲说，因为韩国瑜讲话的那个画风哈、哦，比方说赵少康啊，或是张亚中有那个溃靠，所以吸走了一些韩粉、啊，然后我觉得要真的复刻韩国瑜讲话很困难、啊，然后。
我们来看这一篇。这一篇呢，除了哈就是刚刚那一篇是在讲说啊，那2022啊、2024啊，就是一些比较是政治的部分哈。可是我们看看韩国瑜讲话就是非常的妙啊哈。他说台湾有乌云有彩云两朵云哈。目前呢，很多人感觉到是乌云密布哦，觉得什么前途啊、现况啊。他自从卸下高雄市长之后呢，很多朋友跟他商量，不能就这样静下来哈。未来哈，靠着他去关怀地方什么的哈，这股力量可以让台湾绽放出彩云否极泰来。然后呢，嘿，乌云彩云之后，他还讲什么？他说啊，哈，台湾有橄榄、有狗骨头、有链球三种形状，我跟不上我真的跟不上他这样子，有橄榄、有狗骨头、有链球三种形状。好，尤其狗骨头链球一直在变化，大家好像不是支持台独就是支持统一，中间最厚重安稳的那一块逐渐在变薄哈，让华侨感觉他们是热爱中华民国，离他们越来越远。他强调自己始终是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粉，什么韩粉，我不相信。我给叫陆垮陆猛波，我其实有点看不懂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就是韩国瑜他讲话很特殊的那一块。那静平哥，我先搞了哈，正好背几本嘛哈，你是不是包十本还是包一百本？包贵啊，我都不知道，刚看到他拿那一本才知道已经上市了。我一直以为说，啊，你都没有 follow 哦，你以为就是1月2号一起哦。所以其实郑浩做的很好示范，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对，赶快去买一本，他又是称为生财工具，资本利得通告就从这边来，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买这个书，当然如果说去书局，不管是刚刚讲的房间的，是各任何各书局去捧场去买，一定是想买看一下它里面是讲什么。他冲上榜首，你有没有觉得意外？还是说是很合理的？因为韩粉都没有走，都还在。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他支持他的读者很多，而且很蛮 crazy 的，也会很疯狂的，就是算是敬仰他，甚至像追星一样，韩粉很多还是在，像刚刚郑浩讲，没有错，所以我相信这么庞大的一股力量，还有这么多人还是会去买，不喜欢他的人很多，就是两种极端，就像刚刚你引述他那个脸书上面的文章，为什么又说什么橄榄啊，又像这个果骨头。他是用台湾的地图的头尾两端那个地形，然后去形容说台湾的社会的结构和政治立场。欸，你不愧是韩学家，你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是韩学家，橄榄是说极端的人少一点，中间人多一点。橄榄型，那铁锤说钟摆效应不要那么快，不要我刚上任高雄市长就把我罢免了，这钟摆太快了。还有那个铁链的那个铁链球形状，对对对对对，他是用一种戏虐加那种反讽的说法形容他。不过韩国瑜的说法是用台湾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立场的极端两端的，然后到这个最后是剩下什么中间的，他是忧心这样的一个状况了。所以我说买他的书的人一定会不少，一定会很多。我之前听到他说他要开1月2号要开这个见面会签书会的时候，就很多人就说到私底下有在我的脸书来说他要去买，要去支持他。所以支持他的韩粉其实一直在等他，就像当初他们喊出来的口号，就等一个人，就是在等他。那你会期望说2024他就是当仁不让吗？你会这样期望吗？我会看国民党到时候决定全党上下支持谁，跟个国民党，我觉得全党要有一个共识。啊，不过你也有一个预判呐，哈，你国民党的嘛，哈，你现在预判，因为郑浩他刚有预判说，从傅昆萁讲的话，他可以预判到说，2024也不用初选，哈，他可以搞到那一股旋风，哦，就是一鼓作气，哇，格迪来者啊，那你自己怎么样？不用那么累啊，又不是每年都在选举，还有3年，2024年，那现在先2022年的1月9号中二选举补选，明年就2022年的年底这一关都还没有过，马上跳动到2024年，我觉得那会把自己搞得太累，而且像我们。明年像我以我自己来说，明年就要改选了。这种状况，很多人在讲说他可能要选台北、选桃园，我都认为说不太可能啦。那台北有蒋万安已经在那边准备蓄势待发了。桃园这边也有很多在地的这个人选，那个刚刚郑浩就讲错了，那个邱医生又不选了，所以确定哦，他邱就不选了，所以，哦，真的吗？他已经讲过了，那记者都有写，啊。我们还以为说，你知道现在此一时彼一时，搞不好不要谁得罪来，所以就说我之前讲，包括郑浩在内，很多对地方的形势都可能没有这个 update 这样，所以韩国瑜他做什么桃园市长的选举，我觉得1月2号他就是会跟他讲他接下来怎么步骤、公益什么的，我觉得他讲的没错啊，下去帮他。如同刚刚讲的说，他在做职涯规划或怎么样，或是去帮他做职涯规划，我觉得那都是不必要，太早了，言之过早。哦，因为静平，你对其实整个党的比方说有没有检讨或是什么，你的期望值是蛮高的嘛，哈，你是爱之深责之切，哈，那所以我请教你一个部分啊，哈，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刘家昌啊，哈，音乐人，他说什么呢？他主要在骂说，哈，啊，朱立伦啊，哈，你哪不处理上？伊讲你不处理侯友宜，你哪不处理卢秀燕那位啊，哈，你就是带着一群汉奸怎么样，怎么什么的，哈，骂的其实蛮凶狠的。那现在国民党的这个中常会昨天好像有检讨，又好像没有检讨那样的气氛嘛，哈，你怎么样看的？
当然检讨是一定要检讨，当初在我看到林维洲后来报纸上有登说，那当时他们在党内选择哪一个路线或者是战略，我所谓路线说比如说那个四个公投两个都同意，然后那个另外两个尊重民意，还是说四个都同意等等，这些战法的时候，党内有曾经经过讨论，那林维洲说他提出来是只要提国民党两个都同意，另外两个就尊重民意就好了，但是没有被大部分的这个其他与会的人接受，然后大家讲一讲之后还是推翻了他的这个方案，所以他就觉得很遗憾。后来第一时间这个事情结果出来之后，林维洲就辞掉了他的这个党内的这个职务，所以我才知道说哦，一开始我一直认为没有讨论，好，显然党内其实有这个讨论。那讨论过后呢？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哪些人在开这些会讨论？我觉得这个时候去检讨，当然是要针对那个时候的这个状况，你有没有去共识？包括跟各个县市长，包括侯友宜、卢秀燕、林之妙等人在内，我在乎的是这个机制和过程，而不是你党内哪些人讨论我不知道，因为我看林维洲就这样讲的嘛，所以。由这个去回溯当时的讨论怎么样状况，是应该让大家知道有那个过程和参与，要检讨这个部分。你去检讨人，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说在这个时候，就像那个公投之前大家说呼吁不要找战犯，公投之后也是一样，韩国瑜也是这样讲，朱立伦也是这样讲，江启臣也是这样讲，还有包括赵少康先生也都这样讲。赵少康是这样讲，可是呢他后面又讲了很多骂人的话，是没错，但是你听一听他这种是会有情绪的宣泄跟抒发嘛，但是真的不要去找战犯，找什么侯友宜或者是找林之妙或者找卢秀燕或者是找更多的什么，那无济于事啊，大家还是在这个船上，还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你难道要把人家撵出家门，或者要把人家丢到水里面？我觉得不需要。这个刘家昌他是一个韩国瑜始终的支持者，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他是一直很挺他的，然后也是一个这个中华民国派的，我也很敬佩他，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上去讨论这个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我都觉得没有意义，你不如回过头来，你真的要觉得说那个过程是不是让我刚刚讲的，让大家应该更清楚明白或是透明一点，以后国民党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或是闹高，真正让所有的首长和党内的一些精英或者是他们那些比较主要的公职人员有参与的过程，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来，晃哥怎么样来看呢？哈，就是一韩国瑜的这个时间点，然后二你觉得到底国民党啊哈整体有没有在做深自检讨，共喜安内共了哈？你觉得有在检讨吗？韩国瑜出手的时间比我预估的稍微早了一点。哦，我原本预估他应该是在明年的二月，也就是农历春节过完年之后，因为中间还卡一个1月9号，这是一个变数。嗯，就补选跟罢免，这是一个变数。如果假设，对国民党来讲，我现在都从国民党角度来讲，1月9号两个都输了，也就是林静怡当选了，林长佐没有被罢免掉，那朱立伦这个压力恐怕就很难扛得住。可是反之，如果两个都赢了，那朱立伦就站稳了。那朱立伦站稳，你觉得他容得下韩国瑜吗？你说目前看不太可能。两个都赢不太可能，就已经输一个了。好 ，OK， 应该是中正万华吧。所以我觉得真的不太可能，不要骗人了。对，所以韩国瑜，我认为他的出手有点早哦。他应该，如果我是韩国瑜，我会等到农历春节过后再出手，比较谋定而后动。反正这本书都冷冻库放那么久，今天拿出来微波跟过完年拿出来微波，而且这个时间点出来，1月9号之前，他要不要出场去帮一下？对对，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去帮严宽恒站台？我觉得，或者说有没有严家的力量在后面？严宽恒应该不希望他去。嗯，我也觉得，因为他会帮林静怡吹票，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你会把选情炒热。对，但炒热未必对严宽恒有利哦，因为组织动员的能量是固定的，但是中间选民的空气票是无限多的。好，所以有讲到重点，严宽恒要听啊。对，严宽恒一定以为我讲反话，没关系，你不要听。好，我觉得严宽恒应该不希望韩国瑜，但是我个人觉得韩国瑜现在出手时机早了一点了啊、哦。而且你如果现在就在看2024的话，好像也早了一点，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有那么一点点不甘寂寞了。那为什么不甘寂寞？就是贵雅你刚刚开场讲的话，趁你病要你命。嗯，因为现在是国民党最弱的时候，这个、哦、人一个党跟一个人一样，当你身体抵抗力最差的时候，病毒就很容易入侵。韩国瑜现在就是扮演那个病毒的角色，他现在就是趁国民党最弱的时候，他才有那个发挥的空间嘛。好，因为你如果等到明年，比如说过完年之后，假设朱立伦站稳了，不管1月9号结果先不论，朱立伦让他坐稳这个党主席的位置，那各种机制你就很难让韩国瑜回来。好，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大概有点已经有点不甘寂寞，或者说他已经觉得他不能再等了。那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台政论节目应该不怕没有题目啊，因为我们光讨论橄榄狗骨头跟链球就可以讨论一集啊。好，这是韩国瑜。那对于国民党部分呢，
我觉得国民党最好听刘家昌的啦，开除侯友宜跟卢秀燕的党籍啦。那明年六都，民进党就多两都嘛。对啊。那何乐而不为呢？嗯，我觉得国民党包括刘家昌，包括赵少康，他们都不掂掂自己的斤两、欸、你现在你能去处理侯友宜跟卢秀燕吗？最现实的问题是，明年台北市、新北市跟台中市长谁来选？有谁能保证会当选？没有嘛。我立刘家昌，你任养台中市，赵少康任养新北市，嗯，你们两个人都去选，好、哦、啊，没选上，看他跳哪里，随便你们。就如果这成真的话，绿营现在都在笑了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稍后我们来看，严宽恒呢，他在空战里面，他到底出的是一个什么招、什么牌？哈、哦，居然出到说，哎、欸，之前这个今天博伟也在现场嘛，他讲的是说，哦，人在高雄的白老先生，那白老先生呢，在十年前哈、哦，跟博伟，因为博伟有这个撞伤他，那其实两边都已经和解了。可是严宽恒在趁这个老先生说什么？哈、哦、啊，老先生啊，哈、哦，需要什么出去晒晒太阳啊？他受伤之后都没有什么出去走动的机会，所以他送了一台电动代步车，哈、哦。特别还 po 了一个文章啊，竟然受访的时候讲说啊，我是匿名，我为善不欲人知，这两边反差实在是非常大。再加上呢，白老太太今天出来受访的时候，又重重的打脸了严宽恒。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来看严宽恒出的是什么招，在昨天晚上他在脸书 po 文哦，他说啊，送了一台电动代步车给十年前被陈柏惟撞伤的高雄的白老先生。那说呢，对方一开始是拒收的呢，可是哦，伊家朋友哈不放弃，持续的拜访，那对方最近终于是收下来了哈。那不仅哦，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怎么会去消费这个白老先生呢？还有是白家人哈，一早白太太呢，他也来回应。根本就没有收下这一部电动车，他也不知道说是谁送的，最后是怎么样哈？这个车的下场是委由里长转赠给需要的人。我们先一起来看。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嗯，嘿，啊，送这公，我们没用到，我们也没有收。被严宽和送了一部电动车的白老先生太太出面表示，根本就没收下这部电动车，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卖得来两次，对。哦。啊，我们没有用到，没有说，圣心里的你一定客气，你爱一问是圣心里的你一定欢喜，以上天的礼品。被网友炮轰根本是消费，人家不要还硬送，一直拜访老先生敢不收吗？应该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才收下这一部代步车。反观哈，那陈柏惟本人从事发，哦，这个一路过来始终不闻不问。严宽恒回应再轰陈柏惟，但可能还不知道白老先生根本就没收下电动车。对手候选人林静怡痛批，这是真心还是利用伤者？你有时间到高雄去打扰一位老人家，跟这个选举无关的老人家，你为什么不用这些时间，你去政论节目把你的争议说清楚也好。这部红色全新电动车要价50,000元以上，严宽恒脸书 po 照片，车行把车子直接送到老先生家门口，还说对方终于又可以快快乐乐在高雄暖阳下四处逛逛了。但实际情况是，这部车被拒收，最后里长转送给需要的里民使用。卖车的人说，那我怎么办？我不能这么车子又带回去，要怎么交代？就委托你去捐给有需要的人。严宽恒送电动车，不知道白老先生根本没收，本来不具名，最后自己脸书又po文说已经送出去，引来抨击和争议，让白老先生一家再度被卷入事件当中。三讯台中高雄综合报道。好，严宽恒现在争议的点啊，好是我匿名哈，我被这神书，可是我为善不欲人知啊哈，讲是讲得很好听，可是受访说我匿名，阿里po文那个受访你在匿名哪一条的啦哈？那我们先回头哈，先看一下他在脸书上po文啊哈，他就说哦，因为哦，反正他有点故意在挑这个陈柏惟相关的人士的哈，他找这个白老先生，他说哎、欸，到底我有没有什么可能帮他呢？左思右想之后，一台代步车也许可以帮上白老先生的忙哦。当车子送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呢，他拒绝了，但是我没有放弃，我一直持续的拜访他，终于他接受了这台可爱的小红代步车，他还po出了相片。那我们看看各方的反应是什么，网友的回响是，像是四叉猫刘宇他说啊，为善不欲人知，做善事不必讲差话。然后呢，另外一个网友说，千万不要换掉你的幕僚，拜托给这种操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还有网友说，这种操作只有两个字形容，他觉得非常的恶心。那也一个是大乌龙选区的，应该是相关的这个民众，他说我大乌龙选区一堆行动不便的人，怎么不一人一台呢？
好，来，我请教瑞德哥哈，你怎么看他这个操作是什么操作？最近那么发表文章里面写到左思右想，要非常的小心呐、啊。前一个写左思右想的人是突然间想起自己是一个男人的王力宏啊，然后呢，现在呢，如果是为山不欲人知的话呢，那么就不应该把它写出来啊。既然把它写出来了以后呢，那你就要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为什么？我跟你讲，歹代志别塞走。好代志嘛，袂使乌白做哦。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要送人家礼物，你也要看受赠者他自己本身乐不乐于去接受嘛。显然白家是拒收的嘛。白家第一次拒收，第二次也是婉拒，也是拒收。那我请问你，既然两次都拒收，为什么他们会乐意收下这个所谓的小红代步车呢？那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查证啊？你送人家拒收。那是后来里长那么收下来以后带造成带变成这个里内的这个爱心车嘛，然后呢现在是由一位好像是有位有需要的妇女在用嘛，但是呢就从头到尾都不是白家收下这个车，也不是白家在使用这个车。但是请问一下，为什么你故意挑选那么跟陈伯威有关系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当事人呢来做这个动作？那讲白了，你还是用选举在考量嘛。我刚刚坦白了，你们俩谁的小鬼嘛。虽然陈伯威现在呢他被罢免了，可问题是他现在是你的对手林静怡相关竞选总部的总干事哎。你还是用这种方式在打击陈伯维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连这辆车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所以啊，各位雄心 bug， 没有知识要看常识啊，没有常识要看这个要有知识，没有知识要看电视啦，你知道吗？看电视以后就会知道真正的结果。为什么？王孟林，如果你不看电视，雄心不爱看电视，雄心不爱看网络 YouTube 直播，对吧？哈，伊都唔知呀，也就是讲啊，这台小红真正关了高雄的白家，是不是这样？他就误以为是真的这样嘛，结果不是嘛，他没有想到记者会真的去问嘛，记者会是真的去打破砂锅问到底，查出真相，根本就不是你说的这一回事嘛。除此之外，刚刚这个年晃有说到，为什么他这本书不明年二月来出？明年二月出的时候很麻烦，因为连年度都要换，你知道吗？连年度都要换，110年还改成111。他其实啊，他没有想到李正浩这家伙，对不对？哈，竟然靠着韩国瑜发大财啊，去买他一本了以后，电视节目不晓得要讲几次。不过呢，韩国瑜他们还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为什么？他还是写八月这个出版嘛？他其实后面应该写个8+4出版，这样就好了。好，8+4，12月出版不就好了吗？对不对？8+4嘛，对不对？摆明了就是当时有心动嘛，有心动想选啊，但是后来又不知道怎么缘故，对不对？啊，到底是地方拍戏叫他不要选呢？啊，要让朱立伦一次，还是说怕当选主席了以后每个月要去总统杀清盘借款，和跟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使用啊？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至少知道一件事了，他出这本书啊，至少他的版税是自己拿，那么至少不会像那个什么跟着月亮走是吧？不会叫黄光芹捐出来吧，对不对？好，自己拿嘛，对不对？配狼瞎扯，两个瞎扯有不？哈，还那个版税还要捐出来，我心里想，韩家真的有缺那一笔钱吗？那么，可是啊，韩国瑜总是在这个那个过程当中玩暧昧。他也曾经说过他不选总统，你们忘了吗？他跟黄光芹会翻脸，就是因为他在黄光芹的节目里面说他不会选总统，不是吗？请问你，韩国瑜后来有没有选总统啊？所以当仁不让，又留下了一个暧昧的点。不过，关键要看一月九号以前，他会不会去替这个等于说严宽恒助选？如果他会去替严宽恒助选，那就是当仁不让哦。那韩国瑜到底会怎么样？不过啦，我觉得他替韩粉呢、啊、找到一个缺口，韩粉又要找这个张亚中，又不像张亚中没韩国瑜那么有趣。然后现在韩粉教主竟然是罗志强，对不对哦？然后呢，你看你扯来扯去，好不容易韩国瑜出来，我跟你讲这些广大韩粉呐、啊，虽然我告你们告那么多个韩粉，但是我跟你讲，韩粉要真正让你们的韩粉教主，对不对？韩国。有机会不会在台湾销声匿迹，政坛消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干掉朱立伦，让韩国瑜去当主席，只有一个办法，一月九号让朱立伦国民党双输，尤其海线输个痛口，朱立伦没有下台不行，那韩国瑜就上去了，那韩粉你们就开心了。哦，心机哦，瑞德哥的心机藏在这里。但回过头来哈，我们刚讲那个送车子的这件事情哈，来博维哈，我给你清稿了哈，因为其实他是想要借着你这个东西来做消费嘛哈，那他在消费就是当时那个事件里面的被害人。那我请教你哈，我有看到你脸书有 po 一个你的感想了哈，你究竟感想是什么？你跟观众讲一下。那十年前我还不是公众人物啊，十年后在。担任立委的期间也受到选票的检验被罢免，那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应该告一个段落我对这个家族的情分还有亏欠是一辈子的，这个不因人事实地物而改变。
严宽恒先生在这个时机点，在他跟林静怡的选举里面去提出我的事情，就一个旁观者来讲，其实我会认为蛮不厚道的。那整个行为里面，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公私不分呐、啊。所谓公私不分，就是他第一个他希望转移焦点，因为他现在满目疮痍，大家对他的检验，他几乎没有办法解释半件，尤其在跟我的对比之下，你没有办法从我身上找到任何一件跟他们，整个家族发生类似有关，不管是工程、标案、土地啊，甚至是质询啊、谋取私利啊、变更等等的，你找不到一件在我身上，可是他却一件也解释不清楚，所以他试图转移焦点，希望不要让大家再去检讨他自己的事情。但我为什么说他公私不分呢？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发生的时间，我并不是公职人员。第二个，我想针对这件事情的检验应该是在我身上。第三个，现在关乎台中第二选区选民最大利益的，不是陈柏惟是否你喜欢啊，有没有道德瑕疵啊，过去的事件有没有选票，关乎台中第二选区最大利益的是林静怡跟严宽恒谁适合担任这一区的立委。所以当他抛出这个议题来转移焦点的时候，我想对民众来讲是愤怒的。原因是到底陈柏惟的这一件公共危险罪跟十年后的台中第二选区补选有什么关系？他是要暗示我跟林静怡有连结吗？没有错，我担任他的总干事，我们的团队的确会继续往推动社会进步、撇除地方政治摆脱这种派系绑架跟不敢表态、没有自由的政治文化，这是我们会一起努力的方向。但不代表攻击我林静怡会受伤。坦白讲，我认为这个操作是非常，我认为是非常卑劣的。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说谎，从整篇他发的文章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他说的持续拜访，就我看新闻的了解，并没有，并不是他的拜访，他是买了一台车，好像叫车行去跟里长讲的而已。然后他说对方不收，一直送到他收下。今天的采访片段也证实了没有人收下。嗯，最后他说陈柏惟事发后不闻不问，泯灭人性。我想我觉得很悲伤的事情就是，这些都是政治语言，都是选举考量，都是在做新闻标题跟字眼的攻防，都不是事实。这是我觉得严宽恒非常可悲的事情。老爸给你的政治红利，你即将在这一次全部花光。我本来以为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这种话真的是听听而已哦。想不到严宽恒身上真的是一口气要把所有的政治资产都给他败光。待会还会讨论他的违建，我们还是会继续去讲四号林静怡多么样的比你好，我们还是会去讲你的八一七公保地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拆，我们还是会去讲你的电子游戏厂是否荼毒啊当地的老百姓。你的所有事情我们都还是会去讲。今天逃避问题不敢面对伤口的人是你，不是我。我从来没有逃避过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且它是一个已经过去、已经结案，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件事。而有没有取得原谅，也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如果你要把它当成公益的话，我要告诉严宽恒先生，你身上所有的案子，你叔伯、亲戚、长辈们伤害到的那些人，你有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达成和解？你欠这个国家、欠这个社会的每一分土地、每一块钱，有没有人原谅你了？我想这个才是公益，才是公共政策的方向。我不会逃避这件事情。未来你们再继续用这件事情来打击我，只会让伤口结痂越来越坚硬。我不会因此受伤。我希望严宽恒正视自己是候选人的事实，然后朝公共利益去讨论，谢谢。
好，博伟讲得非常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好，严宽恒特别来蹭这一个高雄的白老先生，可是呢，殊不知啊，一早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记者想说，哎，奇怪，伊的文章就写到安尼啊，啊，到底属实是啥款？所以呢，我们也去找了这个白家，然后是白老太太应门啊，他也接受了采访，他说我们不知道啊，马伯修啊，哦，最后的结果是呢，里长拿去不知道做什么样运用，就是给有需要用的人嘛，那我正好我请教了，怎么会这样操作到这个程度啦齁，你怎么样来看？本来他要讲的是说，你看我做了善事齁，然后而且是特别去蹭这个陈柏伟相关的这个被害人嘛，哦，我做了这么一件事哦，啊，结果咧我们没有收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啊，你怎么看？这个算是我看过前三招的公关处理，因为这件事是他自己弄出来，他不去搞就没有这一拖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刚刚那个白妈妈啦，白妈妈受访表情多惊恐，不知道不知道，没有收没有收，我没有用没有用，没有期没有期，就是第一件事情哦，你要把这件事曝光了，有没有征得人家的同意？人家到底想不想再面对镜头一次？人家不见得想要面对镜头，人家有没有想要卷入政治上的尔虞我诈？人家也不见得要哎、欸。所以你看他多惊恐，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你嘴巴上说不想把事情闹大，可实际上呢，为善不欲人知，可实际上在脸书上写脸书还做新闻。那你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是你三岁还是我三岁？就我们看不出来这件事情吗？第三件事情，好了。你在这边好，你如果真要做这件事，我其实坦白说都没有意见，反正为善不欲人知，就要为善欲人知，我们还是鼓励人家做善事。可是你做完善事之后，我就问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是中央选举选举是陈柏伟吗？不是吧？到底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你的策略在哪里？第四件事情，你怎么知道陈柏伟对人家不闻不问？不闻不问？我就问过陈柏伟，其实他，因为坦白讲，陈柏伟不好意思讲，因为他知道你去消费这件事很尴尬，他跟严宽脸皮可能不一样。严宽就是我中了一个，我一定要公诸于世。陈柏伟不能消费嘛？可是有些事情有关心，而且是确实是蛮密切的关心，这件事情也是事实。所以你几个层次去看一下，这东西是很大的公关危机。你如果你嫌自己动不够多的话，你可以自己多弄一些动，让我们讨论吗？你不骂我们是一言堂吗？那你不要提供我们脚本好不好？我们脚本其实原本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讲，对不对？就一个脚本卓冠廷提供哦，等一下可能完全可以讨论。另外脚本就是你严家提供嘛，这多余的哎、欸。你说你不要骂，你少做一些事情就不要做错事。可是国民党现在有个大关键，他们现在找战犯，已经开始找战犯喽。战犯他们找谁？找卢秀燕呐、啊。他们要把卢秀燕逼出来上船，然后去浮选严宽恒。如果不出来，卢秀燕就是战犯。可是如果出来的话，卢秀燕就等于在帮助杀戮首二的家族浮选。哦，对卢秀燕来说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连续两个媒体哦，一个是上报，一个是镜周刊，都是透过地方人士放话。上报的地方人士说，中二选区的关键在卢秀燕的态度上。卢秀燕民调会影响 0.5% 到 1% 的选票。卢对于这战。躲无可躲，哎、欸，等于是赤裸裸的威胁。哎、欸，《镜周刊》也直接说，蓝营地方人士说，公投后地方气势更低，未卷入战犯的卢秀燕，接下来如果没办法适度，增援严家的话，选情也会受冲击。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是通过两面的手法，一是隔空放话，把卢秀燕拉出来，请你出来。为什么？对他讲0.5%到 1%，他们认为关键就在这里0.5%到 1%。另外一件事情是暗指哦。你上次你没有卷入战犯事情运气好、哦、未卷入战犯的卢秀燕接下来若无法适度增援严家选情也会受冲击，那意思是什么？那下次我就要把你当战犯，那等于是黑派赤裸裸在绑架卢秀燕呢。可卢秀燕她也很委屈，也不是没有帮啊，有帮啊，817招待所也帮你护航到现在了、啊，到现在都好像进度也没有真的完全对、啊，所以说卢秀燕的帮是有底线，她叫做暗助。哦，就是说我可以在一些行政上给你留一些颜面，可是出来站台确实是困难，毕竟啊，他是站台会困难吗？妈妈市长跟杀戮首二，哎，这两个怎么弄嘛？我光想都觉得怪嘛。所以坦白讲，我觉得卢秀燕啊，现在陷入了上次公投前侯友宜的危机。好，未来如果开框啊，好，这边是这个你说杀戮首二，然后另外妈妈市长的确是会蛮讽刺的，可是呢，不会因为哈严宽恒你弄了一台车子哈，然后要想要转移焦点，大家会跟着你走哈，我们呢？该聊的哈，817，该聊的清泉岗产业园区的相关的这个开发案的争议，该聊的包括什么？包括等一下哈，我们要谈的是卓冠廷讲说，哎，违建仿佛又多添一栋。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严宽恒为什么会特别挑哈跟陈柏惟有关的那个白老先生？我有请教世凯哥啦哈。那来看哈，其实用心应该是蛮明显的嘛哈，主要的是我要转移焦点嘛，因为他们要被我们这个争议质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哈。可是呢，他主动出招啊，特别提了这个，但没想到哈，这个白老太太怎么这么不给面子啊？你怎么把真相都又说出来？重点是一个啊哈，你发文之前哈，刚正浩有讲。他应该是没有征得对方同意，哈，伊想要消费人家嘛，又没有征得对方同意，所以才会变成演变最后，哈，啊，本地想要蹭一下出包，你怎么样来看？其实我要提醒一下严家，哈，尤其是严宽恒候选人本身啦，哈，如果你回想一下，你们家开始被检视是什么时候？就是你们开始在讲陈柏惟这件事的时候，嗯，开始大家就哎呦，阿玲尴尬，贵气是安怎？你讲人出车祸，阿玲贵气是安怎？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欸。结果你现在又挑起我们这个记忆，然后又让我们想到说啊，你们严家好意思讲哦，人家还发生什么小事啊，你们发生什么大事，人家发生一件事，你发生几件事，大家想一想嘛。所以我要提醒一下严家，哎，你真的唤起我好多记忆哦，因为严家曾经有大官得病、小官得病嘛，对不对？大官的、小官的嘛，是那当中开始别出来嘛，对不？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邪啦，不要没事去讲 thank you 啦，讲 thank you 公告不要让对你自己个拢进无好，我跟你讲真诶哈。所以先提醒这个啦哈。那我要讲这个讲车事件哈，说实在话，我必须要说恶质啊，怎么会有那有人家恶质啊？你敢看那个白老太太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个惊恐的样子。哎，你们要知道呢，严家在现在这个时候的中南部的社会、北部的社会，不要讲中二选区，讲北部、中部、南部以中部以外的北部跟南部啦，哎，大家都在讨论，大家都觉得严家蛮臭的，说实在话，啊，结果你现在硬要把人家白家扯到跟你们严家有稍微有点关系，哎，人家在那里还要做人呢，让他真正跟你讲啊，有啦，我干嘛尴尬就好。你觉得他的周围邻居大家不会质疑说，哎呦，阿丽娜去帮那个中二选区的严家，哎？其实人家压力很大，哎，你没有征得人家的同意，你就去消费人家，让媒体今天完全人家没有预警的状况底下去采访他，人家是老人家啦，嗯，人已经是老岁啊，七八十岁啊，你安尼去讲吓惊，啊，而且吼，讲真嘞，这位少爷吼，真正是为过去细汉少年做代志拢是安尼，就是开钱尔啦，开钱了就是要讲糟蹋啦。我就是开一条钱，我就叫迄卖人甲我搞上去，我不管迄个地址、迄个人，你就搞我上去。嗯，我就开一条钱啊。严宽恒只有做一件事，就是开一条钱。你去想看嘛呀？吼，我是一个就是一般的民众，嗯，啊，突然有人来敲我家门，说这台车上你，这台车上你，吓到呢！我以为是诈骗集团，真正吓到呢。啊，对严宽恒来讲，我就开一条钱啊，啊，就要做一条新闻啊。嗯，你就要消费人家，你真正是摕钱出来，你讲糟蹋呢？嗯，你们过去很习惯花钱讲糟蹋，那是领导的代志。啊，你中二学去讲糟蹋，才久台中，让你糟蹋才久。你即马糟蹋到高雄去，含高雄人你也走去讲糟蹋，我会觉得说，哎，严少爷，你们有钱是有钱，但是不要这样糟蹋人家。今天你要做善事，说实在话哈，为善不为人知这句话你常常挂在嘴巴里，但是怎么那么巧，你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事刚好社会都知道。而且常常都是你们自己讲出来，嗯，啊，常常的为善不为人知，啊，还叫媒体去，就是你们家常常做的事情嘛。你们真的是吼，前一阵子他们做那个台中中部有三个委员出来做那个影片啊，嗯，在说他啊，对，过去民陪加薄，这句话是真的呢，因为现在民陪加高，现在民陪真的有够高呢。那最近我常常看到你们家做善事啊，后面都要加一句“为善不为人知”，啊，结果拢是恁家己发的，结果叫媒体去翕，大本拢是恁，啊，拢提钱出来要讲消费。哎，你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吼，你们灯红酒绿拿钱糟蹋人家就算，你现在选举你也拿钱在糟蹋大家，哎，这种过程，其实你说高雄的白先生，起码不会，应该八十岁啊，八十岁啊呢，那是我阿公的。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五秒钟，稍后回到节目现场。